接着直接变成了一只鸡，他最好的玩伴知道这只鸡是他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他的父母出门查看，不知道眼前的这只鸡就是女儿。随后就把他关在鸡圈里下蛋。原来在几天前，他吃了一个陌生女人给的糖果，这个陌生女人其实是个女巫，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小孩，想把全世界的小孩都变成动物。他们常年都戴着手套，因为他们只有几根手爪，茂密的假发下是千篇一律的光头，优雅的高跟鞋下都是没有脚趾的脚掌，一直藏在后面，他也目睹了女巫的真面目，直接把她变成了老鼠。 看到老大又成交一单，这些手下纷纷用两个手指象征性的鼓掌。女巫来到餐厅准备进餐，黑婶带着杰瑞他们在餐厅坐下，就等着女巫喝下药汤变成老鼠。女巫纷纷就坐，喝下药汤。就在大女巫要喝下药汤的时候，瞟见了这边的黑婶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于是走了过来。杰瑞趁着女巫弯腰的时候偷走女巫房间的钥匙。 杰瑞他们已经趁乱来到女巫的房间，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药水要及时销毁。刚进房间就被女巫养的猫吓了一跳。就在女巫和黑婶对峙的时候，杰瑞他们已经安排好了陷阱，女巫正准备下手。